那玩这款台服即将推出的《遗迹传说：旅人地下城》，骑士啊、哦，战士、法师、游侠，玩法师好不好？妹子，妹子好可爱啊！来啊，我们玩法师吧。这是像素表现的，游戏部分是打宝玩法。嗯。初见，右上方有地图哎。穿戴，拿到了武器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战斗导师。左上方技能秘术火球配置，好了，第一个技能已经有了，手动施法还有简易施法、欸、好了，手动施法了。那有一个宝箱哎、欸、啊算了，我先看一下还有什么。百科，百科应该就是类似小攻略吧。算了，我们去把宝箱挖一挖。哦，是仓库啊！我想说那个是宝箱可以拿的，好吧。接下来要开单了没？要开干了没？蹦！啊、哦，我要自己补弓啊！啊，我自己补弓啊！按住就行了，还可以哎。有 feel 吧？我这还挺 OK 的啊。升级了，这个打宝做的很不错哦，是有品质的打宝游戏啊。看一下说明，超过1000件独特的词缀，还有属性、品质的装备，任君挑选啊！是他这样子写的哦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1000呢、啊。随机副本有分为虫洞、地宫、战场、迷宫、混沌塔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短刀哎、欸，感觉我没什么输出啊，但是我一直在升级哎、欸，三级了啊。那我多打一点怪好了，这些剩半条命的怪让我轰一下了。你们就是我成长的垫脚石啊！我爬着这些怪物的尸体往上爬。果汁在线领取好礼，太无情了吧！我在打怪，我竟然在领好礼。等一下吧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快挂了、欸。找到并激活位于森林小径的传送阵，激活了，前往梦境沼泽，在哪里啊？在右边呐、啊，好多怪哦，打一打我能不能升级啊？魔杖，蓝月魔杖，那是我这一把吗？啊，这把杖借我拿一下啦，看一下，看，他战斗竟然还有处置的地方哎、欸，好样的，这边还有资源下载，好了，都点一点啦。技能等级六等，我就又有技能了。哦，六等再来就是11等，我现在几等？4等了。那我要多打一些怪啊。
梦境沼泽在这里。哎、欸，我怎么穿过去了？靠北啊，吓我一跳、欸！哦，匕首，拾取力量加一啊！击败15只魔物，正合我意啊！我赶快升到6等，我才有第二招啊！哎、欸，不能开宝箱了，我快挂啦！打打，还没升级耶，六只魔物了、哦。嗯哼，借我开一下。击败10只魔物一直出来耶，这个应该不算割草游戏吧？这草割不了啊，里面应该没有提到这是割草吧？哦，进入护符升级5等了，近距离清怪，目的是为了达到赶快6等。这怪是得清啦、啊，我们先把它清掉吧，因为 我想要赶快升到6等。11等太遥远了，就先算了吧。全部打完，不知道能不能升级啊？嗯，升了，是瑶。我升了以后，我的普攻感觉变强很多了。配置秘术旋风，林北有第二招了啦，借我吃一下。经过再吃，太远的不吃。秘术旋风，干这旋风也太假了吧！欺骗我法师的感情哎。哦，好强哦！哎，输出不是盖的哎。误会一场。我不知道秘术旋风那么强，补了蛮多 HP 的、啊，挺好玩的哎、欸、哦。就解锁，再到下个地方去。哥布林战士的木棒收集，紫水晶短刀算了吧，我是法师啊。刷刷刷刷刷，往下，这是什么？刷刷刷刷刷，有这招我就能更快升级了。刷刷刷刷刷，好无情的招式哦！把他们怪都引过来好了，都拉过来，都拉过来，来来来，都来！还有补魔的，刷刷刷刷刷！但他是教我转圈圈哦。这个地方有什么？好远哦！哦，哥布林啊！刷刷刷刷刷！他是导引我来杀哥布林的啦。近距离，刷刷刷刷刷！好疗愈的招式哦，这法师好强哦，是不是？很强吧？这是什么？白银钥匙，借我捡一下。精灵旧居，差不多快结束了，是不是？
心灵救济站啊，这里找到了。这样子我就算过关了吗？击败20只魔物，靠背啊！哦，这样一直无穷打下去耶。哦，有回城哎！我的左下方这边有回城键呐。好啦，那我们回城啦。八等到11等还是有点距离啊。哎，我不能回去啊。真的假的？被动技能。哎，啊，在这里啦，再见啦。我刚刚没有注意到有蓝色的门。这游戏推出应该会挺受欢迎的吧？你看，还蛮多玩家的啊。任务完成，这边可以进行分解强化。啊，没材料了，这是刷宝嘛？刷宝动作的啦。了解奇珍，任务完成。奇珍，匕首。然后剩下就氪金的项目啊，启程礼包送什么？送钥匙。契约嘞，这个就是双卡了是不是？哎，大师契约每日获得，但这大师契约给的很好啦，全职业技能加一，交易所上架数量上限加3嘞。好，这游戏的特色就是在于打宝，还有它的交易所，你看它上架数量就知道了。你这样子可以赚更多啊，而且蓝钻3层打9折哎，手续费，哇，手续费减33%，你要玩这个的话1000多块，那应该是终身的吧，900多。嗯，哎，他这两个是终身的嘞，他不是月卡嘞，他冒险契约卡跟大师契约卡，你买下去。哦，你就把它当做买断的游戏就好了啊，1200多啦，1300有找的买断游戏啊，本次影片就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